学长，咱们这样真的没有关系。没想到在澡堂偶遇了学妹，还加到了学妹的联系方式。就在我想着如何再次约她出来的，她居然主动联系了我。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。学长，你喊我干嘛呀？走，我带你出去，带你去澡堂。那我大学现在我出不去啊。没事，我有办法。走吧。那我去拿东西啊。不用，我给你准备好了，放我车上了。走吧。事情非常的顺利，他愿意跟我出去的那一刻，时间好像都变慢了。学长，咱们这样真的没有关系。像我说你们宿舍的那个宵禁还早，你呢，待会儿就是先安心的洗，然后闲着我再把你送回来。谢谢学长。他笑起来的样子真的很好看。算了，这里可能有点乱。去吧，我在这儿等你。那可是你在这里要等很久。没事，反正我也没什么事了，快去吧。我真的没事，快去吧。